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股市女王。今天的大盘呢，你看目前是跌，我们看一下412点。好，其实我觉得今天哦，这个盘刚好，怎么说，因为台积电它让出了空间，那把资金让给谁？让给我说的小型股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上个礼拜我是一直跟大家说天二科技就是我们的这个女王精选标股，对，你看一下环达三，这些真的是超强的哦。来，今天最高来到522，对，好，来，你看我什么时候介绍给大家？我在这边36，对，好，36介绍，你看它一路就沿着五日线上涨，对，好，那你知道吗？天二科技它是做被动元件的，那我也跟大家说，我说被动元件哦，它这个去年哦整理了一年，那现在刚好开始景气回升嘛，所以今天整个被动元件其实都很强哦。那不止天二，还有什么？国巨，对不对？国巨今天最高来到772嘛，好，好，那除了我们的天二科技今天涨之外，还有什么？我说金城科二，安全监控，哎，它今天超强的哦，它今天最高冲到涨停，所以呢，它可以说是礼拜五带我们家族成员进场涨停板，今天在涨停。好，那还有什么？利基，其实哦，利基今天对。它是回撤嘛，好，跌9.5块，但呢，我要跟大家讲的是，来，你看它这个没有破日线，那我是什么时候带大家做买进？我们的家族成员第一次在170，对，好，第二次我换股嘛，哈，我把这个赔2块换掉，哈，我在190这边换股操作，跟新会员加嘛，好，你看哦，190到今天最高244.5，其实我算了一下，我们的平均成本，我们波段获利还有45%，那除了利基之外，还有讯星 KY 哈，你看一下讯星 KY， 我什么时候做买进来？我第二次买在这边哈，我买在这个177，我买了之后呢，来我算过哈。7天我波段获利就53%，那今天它虽然回撤，但我觉得正常。好，创高回撤乖离过大，它在五日线上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下影线。好，那我这个波段我们还是获利50%哦。好，再来就是鸿海，因为我觉得鸿海家族哦。就是在这个6月底最后一个礼拜有做账的这个有。就是做账的表现哈，来你看鸿海，鸿海我什么时候带大家做买进？我在140，对，好，你看今天虽然跌了400多点，但它收在哪里？210，140到210，我没有卖嘛，我这个波段也获利50%，所以我觉得大跌。今天跌400多点，那你要这个想起我说今年哦是这个资金快速翻倍的好时机，每一次回撤都要把握资金翻倍的机会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先讲解大盘。好，来。这个行情我还是一样定调三嘎行情接棒，即便今天你说啊老师啊今天跌400多点呢，你依然是这种看法吗？对，好，你看哦，光是一个融券回补，哎，台股的融券还有这边哈，帮我放大一下，我们的融券至少还有26万张，那26万张在就是除权，好，接下来是除权行情。除权前要做回补，这个就是势必买盘低阶买盘，所以有这个嘎空嘛，哈，嘎融券，再来就是嘎空。其实我一直讲，现在最大的风险就是你手上没有股票。好，再来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看台积电跌多少？我上来的时候它是跌29块。好，那相对的台积电就攻陷跌点哈，快这个290点。好，再来哈，你说老师，哎，为什么今天跌400多，台股破五日线，你依然还是看好？来，我们看一下，你知道吗？6月底哦，有投信跟集团做账哈的冲刺，最后一个礼拜。好，你看哦，那最后一个礼拜它势必要做买进，所以这时候。
投信作战股它是有买盘的，那相对哈，相对的你要看你手上的个股是投信结账还是作战哈，这很重要哦。如果你不知道，你可以打来问我哈，我帮你看。好，再来哈，美国第三季 Fed 可能九月份第一次降息，那我说哈，空头市场的呈现就是什么价跌量缩，对，那你要看哦，最近都没有量缩的迹象。那如果说美国在降息，那还是有资金的浪潮嘛？那资金的浪潮还是多头哦，所以说我说每逢拉回赶快把握哈，赶快进来买哈。好，再来哦，美国十一月选举，对，那选举还没有到，美国不会跌，美股不会跌，台股哈也相对是安全的，所以说股票市场目前我们没有系统风险，好，那就是要看总经嘛，好，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，其实怎么看就是今年的总经没有疑虑，拉回都要买，好好。再来，现在最重要就是28号要公布，美国要公布一个数据 PCE 嘛，好，好，那现在目前来预期是降的，所有的投行都已经就说预期它会比预期就是 PCE 的指数会降，代表通膨是有温和的下降。那温和的下降呢，那个 Fed 可能九月就会先降息第一次。好，再来哈，最近这个假日的时候公布五月的景气灯号，一样呈现黄红灯。那黄红灯代表景气是好的，复苏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报纸哈，你看五月的景气在亮黄红灯，好，为什么会亮黄红？代表什么 ？AI 需求强劲嘛，哈，那四月呢？我记得我四月跟大家说，你看四月也是黄红灯，也是 AI 应用的商机，景气开始复苏。好，那景气复苏，那股价好，虽然短暂大盘跌，但是呢，我讲过主人跟狗嘛，股价跌，但是终究还是要回归基本面哈，所以趁跌的时候要赶快买。好，再来。我要跟大家讲，我一直跟大家讲，不要管指数。现在最大的哈，就是风险，没有冒险就是最大的风险。最大风险就是你手上没有股票，没有会飙涨的股票。好，来，我们来想一下哈。我记得当时哈，当时这个台积电哦，当时台积电。真的，当时台积电那时候大跌哈，当时台积电跌到750，我跟大家说这是一个买点哈，它已经跌到合理的价钱了，对。好，那你从现在再来看，你750错过，现在最低，今天最低多少？今天最低，现在最低是940，那我试问，还会再回到750的价钱吗？不会啊，对不对？错过真的就没了。好，再来，除了台积电，好，哎，刚好这边有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刚好有带来哈，我要回，就是帮大家唤起记忆。你看哦，当时4月19号台积电跌嘛，在757的时候，我怎么说？我说好股票不寂寞，对，下修是别人的事。你看当时我说跌到757已经合理了哈，因为我换算今年，如果本益比20倍，768差不多可以买了，对。好，那一样哦，你当时没有把握，现在台积电940，哎，一张茶要20万呢，它不会再回来了。好，再来，除了台积电之外，我们看一下当时的指数，对，好，不止台积电，来，当时的指数来。4月22号有没有指数跌嘛？跌700点的隔天19446，我怎么说？我说这个礼拜要反弹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错过了，现在呢？今天跌400多，指数来22000，是错过就不会再回来了。好，再来，我们看一下鸿海，好了，也是哦。鸿海当时我也是跟大家说，来跌700多，来重压全指股。鸿海什么时候带大家买140？好，那今天跌400多点，还在200以。你说会回到140，我觉得不可能，错过就回不来。如果当时你有听我的，哎，今麦一张赚7万，十张嘛赚70万，对。所以有时候把握当下，我现在一样跟你说，赶快买。好，今年真的拉回都是买点，对。你不买就是最大的风险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每一次都是事先预告，事后都证明我讲的都是对的，对不对？其实当分析师，我的这个想法很简单，我就是要把最好的股票介绍给大家。那我想要让大家，你股票有问题你找我，你想要飙股你找我。其实哦，就是我觉得人哦，像我到这个年纪，我当然有我想要的，就是说什么，我出去
都不要看价钱就可以付钱，这也是我觉得人哦，就是要做到这样，因为物价一直涨，通膨一直涨，股票也会涨。好，那如果说你就是说你的薪水好就是固定，那你想要出门都不看钱，都付钱，那你真的就是要好好的做投资啊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，你看天二科技。如果说买股票买对就可以实现这样的生活多好，对，好，你看哦，今天6月24号天二，对，6834，今天差0.1又要涨停了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最高来到52.2，获利45%。我天二科技我不是今天才讲哦，涨到快45%，说我有，我一路上我第一天就分享给大家，对，这就是我说如果可以好，就是说靠股票就可以过这样生活，何乐而不为？重点就是要买对股，然后点位很重要，买对股买对时机，然后选对老师。如果你自己会操作，当然你就自己操作，如果你不会，那就找我就可以帮你完成了。好，来你看被动元件，被动元件我很早就介绍给大家了嘛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被动，其实被动元件的用途是什么，我觉得它是最低位阶最有机会的。来，被动元件其实它是工业之母，你知道吗？你所有的电子产品电子设备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好，来我们看这一段，随着你说 AI 伺服器我讲过了嘛，好， AI 伺服器它这个散热的效能需要被动元件不断的增长，所以对被动元件来说，其实它今年是一个好机会。AI 这个新的科技，好，不是只有封装涨很多哈，然后不是只有伺服器涨很多，其实相关的零组件供应链都有机会哈。那讲到这边，你要想，那相关供应链都有机会，台股怎么会跌？不会啊！哈，来我们看一下，你看哦，经济部他说哈，就是 AI 嘛，他有讲哈，被动元件今年结束2年的负成长，重返成长的轨道，你知道吗？被动元件真的，他整理2年，他2年都没有涨。好，你看2年。重点在什么？筹码，没信心的都被洗掉，现在都是筹码都很干净。好，如果这个投信啊主力刚开始进场，其实要涨到哪都他们在决定。好，来你看，我当时哈，这是被动元件，今天正式做一个黄金交叉了哦，正式做黄金交叉。好，来你看，当时天二科技在34.15的时候，我怎么跟大家说？我说哈，来，大户全部都在买被动元件，当时国巨也才670%，今天国巨已经700多了，对。好，再来，你看6月24，这是6月21嘛，对，今天是6月24，正式做一个黄金交叉。好，来，你看天二科技，好，好，来，你看我今天帮大家整理了一下，你知道吗？被动元件这一个月涨最凶的就是我们的天二科技，所以我真的觉得我太骄傲，你知道，最标的就在我们家，所以我们的家族成员今天哦，真的是我在化妆嘛，上节目要先化妆，然后呢，家族成员就跟我说，老师，天二科技好标哦，就很开心。那当然啦，我觉得我最开心，因为我们不能买股票，但我最开心的就是听到会员跟我讲，我们手中的股票是最标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，你看还真的呢，我听他讲，我说哇，被动元件最标的在我们家，哎，对不对？一个月涨61%。好，再来哦，你看这个是这个最近哈，今天看的还是一样，外资还是持续的在买被动元件呢。好，来你看被动元件，我6月11号是不是就在这边讲？我说最重要，我看好的是，首先它营收会逐季成长，再来哈，传统的伺服器跟现在一般的 AI 伺服器报价是3倍，报价是3倍。照理说股价也要涨3倍，但股价还没涨，那是我在最甜蜜的价格，最早的价格就带大家做一个介入，对。好，再来天二科技，它还是比亚迪的机器人概念嘛。好，来，我什么时候在这边介绍？当它第一天涨停，我就介绍喽。好，对不对？36。好，
然后第一天涨停，第二天它在涨停，对，好，来第三天创高震荡，对，好，第四天又涨停，哇，我的股票就是这样，只要一涨停就涨不停。好，你看36到44.2，获利23%，对，好，第五天再涨停，哦，这太厉害了吧，36到486，36%，好。对，好，再来，你看今天有没有？今天有没有又要冲？今天是差0.1就涨停，我目前获利46%。好，你看我买的位阶在什么时候？我在 N 字形突破，对 ，MACD 第一根做买进，对。好，买了之后，我是不是就一路上带我们的家族成员？我说我买安全，买低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吃整端，好，好来，你看有一天哦，你看长黑没被洗掉，对，你知道吗？那一天哦，破五日线的时候，有家族成员问我了哈，他说：“老师，阿兰 J， 我也讲过了，我说我们36那天破五日线，他说我们36买已经获利，你不出吗？你确定未来还会涨吗？”我说：“被动元件才刚开始要起涨，你不要卖飞了。”哈，好来，你看。这是24号嘛？今天对，最高522，我们波段获利已经46%了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我假日在家看，我发现外资、投信、主力，外资跟主力天天吃货呢，他天天吃货呢，他才刚开始吃货，那你那么早卖干什么？对，我通常哦，我看准的股票，像你看金城科，我66买，对不对？好，一路涨到170，我破五日线这边出一半，我这一段赚了100，大概150%吧，对，那我留一半，我现在都是没有成本的。我跟你讲，安全监控金城科哈，它已经 KD 20以下，震荡还是会上去，所以我说我都是看准，然后吃整段，所以这档个股呢，我没那么快要出来。你看月线，你看哦，它。月线才头肩底打底完成，大户持股13个人，后面空间还很大，对。好，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？好，我要跟大家讲的是，今天我就是又找到一档嘛，对，新会员进来，我说金城科二，对，好，我又找到一档，他也是做这个跟安全监控相关，那也有做这个工业电脑，我给大家看，真的不得了。大家在害怕我在干嘛？我在带家族成员赶快买，就是甜甜价。来，你看，真的很夸张哦。你看他开多少？来，开42。对，我开盘立刻买，没多久冲涨停。我跟你讲，现在跟我的会员都是这样。哦、我要把手机这个盯得很紧。他说：“哦，老师在盯跨立的讯息。”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来，我再跟大家介绍这个是哪一档。来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。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标股端上桌，送您大礼包。韵达投顾梅妮老师六月旺来专案，马上来电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韵达投顾梅妮老师，女王精选标股。青城科118%，环达110%，泰硕31%，环达二31%，环达三22%。六月即将推出更强的猛将股，赶快跟上！查专线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标股登上桌，送您大礼包。韵达投顾梅妮老师，六月旺来专案。马上来电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2781-0909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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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781-0909。韵达投顾真心照顾。我不要得肠病毒，环境面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。我不要得肠病毒，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，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。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，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。勤洗手，再卫
迎回来。我刚好跟大家说，我说好，我希望大家想到，最会做标股的就找股市女王。我们来看一下，验证一下。你看哦，我 Light 粉丝团的家族成员，我6月20号介绍什么？来就是有威科鸿海集团嘛，因为我们鸿海集团我们有鸿海跟讯星 KY， 那家族成员我介绍这个建汉跟有威科，来对不对？6月20号我们看一下有威科在这边，当时那一天10点对不对？开6/6，6/7好了。好，你看哦，那6月21号我还是介绍什么？有威科跟天二科技嘛，对，好，有威，你看今天的有威科最高涨到哪？涨停。所以我说哈，我很会选标股。那我给我家族成员跟 Light 粉丝团的家族成员永远都是最好的哦。你看，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利基哈。利基虽然今天虽然回撤，但我不看坏哦。来，你看，我说好是我们的核心持股嘛，对不对？你看6月24，我平均哦17019015，我算了一下，获利还有40%。好，那时间的关系哈，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哈，我为什么看好。其实 WiFi 7哦，你知道吗 ？WiFi 7推出，因为手机苹果都要 WiFi 出，它的价格比前一代高出60%到100%。光是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它今年第一季开始转亏为盈，所以它的这个转机股。这个我看很好哈，再来，我跟你讲不夸张哦，之前 WiFi 5转 WiFi 6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，我有带我家族成员做介入，这一波我有赚到哦，160涨到688，这一波我有赚到，所以这一次回来我才重压，我跟我家族成员说，这个我们核心持股我要重压。好，你看这档也有机会是投信做账哦，因为有没有投信一直买？对，那外资持股21%。好，你看我们什么时候？你看，我是190买，对，就算今天回撤，好，就算回撤，我这个波段，我第二次加码点到现在也有20几%，对。那第一次呢，170到现在也有50%，我还是持续看好，因为投信还在持续做买进。好，那当然你们最想知道，我今天 Light 真的是太多人问我了，老师，你这个上个礼拜五说。这个有买一档会复制金城科100%翻倍的走势是哪一档？好，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哈，你看这个是我6月21，我现买5分钟不到就涨停。好，那今天真的很夸张哦，好，今天真的没多久它又冲涨停，今天这档有涨停。好，来这档一样哦，因为这个就是我说我那一天对不对？现买对不对？现涨停，好，有吗？来。然后再来呢？今天最高又冲到涨停30.1，对，好。然后呢？最重要，现在时间的关系哦，来不及，我要跟大家讲这档个股哦。你看它周线，我们用周线来讲好了，它已经整理好做一个 N 字形的突破。好，再来，我把它放大，你有没有发现它都？一直站到20MA 之上 ，KD 也才64。好，那你看月线最准了哈，月线也是整理完，你会发现右边很空旷，根本没有压力，有吗？大户持股千，你看大户持股比率53，它筹码非常的集中，哈，总共持股人数才15个人。那最后我要跟大家讲，来，5月份我带我们的家族成员，对，17天获利140，金城科，对，环达也翻倍，好，天二科技到现在已经45%了，对，好，那6月份，你看哦，我从60万帮家族成员2个礼拜变成多少？变成77万。然后最后我要跟大家讲哦。金城科第二，我要重压哈！你想要跟上金城科第二，你金城科第一就17天翻倍没跟上，那金城科第二你一定不能错过。好，想要跟上的广告后赶快打电话进来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
金秀贤，李美芬了，差很多。哦，速速松的，我是你老婆。你累了吗？宝利达蛮牛，真会冲会动，会抢。宝利达蛮牛，金包银，空流水。标股端上桌，送您大礼包。韵达投顾梅妮老师，六月旺来专案，六月旺来专案，马上来电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韵达投顾梅妮老师，女王精选标股，青城科118%，环达110%，泰硕31%，环达二31%，环达三22%。六月即将推出更强的猛将股，赶快跟上！传真线02-2781-0909，二七八一。